嘉义市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日前举办行动赛车观众仪式，由嘉义世华会会长郭美子把行动赛车的大设施送给嘉义馆长王章良，向前赛车起行。嘉义世华啊，工商器官管理协会啊，这次特别啊，集合了所有的力量啊，大概花了230万，那捐赠嘉义县这台行动输车。那大家知道嘉义县的幅员很广，那确实啊。某些的这个书的提供啊，必须要透过所谓的行动书车，那才有办法把这些知识跟书本啊送到需要的地方，那也让这个书车啊跟我们的所有的学生互动啊，让他们得到书中的所有的这些知识跟概念哦。那所以在嘉义县幅员这么广的地方，实际上行动书车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实用的事情啊，所以大家非常感谢啊，我们的嘉义世华那所有的集合这些。善心人士大家愿意出力来帮忙嘉义县的小孩子，那能够把这个书带到他们的前面去。馆长王章良表示，因为嘉义县的面积真大，真侪所在真偏远，图书馆距离遥远，无法度满足各地学生的需求。这个时阵，行动册车的机动性就会当用到了，让学生会当保持良好的读册习惯，也有新册会当看。一个知识分子呢？一辈子可能看过5至8本的好书，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最好的书呢？那就是当你在一生之中看过15000本以后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。所以我们嘉义世华呢，以最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台湾的小孩子养成看书的习惯。郭美子分享，嘉义世华以上实际行动培养囡仔读册习惯，目前买这台新册车，没有偏向四界飘散的册芳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